嗨，汪汪队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！你们怎么没有带书包呢？老师，我们的书包丢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我们来帮助汪汪队成员找到正确颜色的书包吧。毛毛的书包会是哪一个呢？会是粉色吗？不对不对，那蓝色呢？哎呀，会是红色吗？小丽的书包在哪里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找出来了吗？没错，就是黄色的那个。这是阿奇，这次能不能一次选对呢？我们选择蓝色的书包试一下。最后一个是天天，她是女孩子，我们就选择粉色的书包吧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帮助汪汪队成员找到正确颜色的书包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